呀，去贝姐那儿吃饭喽。大家都急着去哪儿啊？嗨，猪猪，欢迎光临。贝姐，我想要一份招牌果蔬汤。好的，再搭配一份草莓甜点，对不对？谢谢。怎么菜单一直都是老样子啊？最近没有新菜吗？我的菜单已经用了这么多年，上面所有的菜品都是无可替代的。贝姐，你这套已经过时了。对面那家新餐厅每天都有新菜品，你们看。哇，好丰富的菜单哦。哼，只是看起来很精致而已，谁知道好不好吃呢？我这道招牌果蔬汤用了52种原材料，历经18道工序熬制出来的，大家都很喜欢，对吧，猪猪？嗯。哎，我还是去对面排队吧。自从对面新开了一家餐厅，大家都不爱来我这儿了。原来大家是急着去那家啊。这个角度拍好好看耶，大家都喜欢这种装修风格。贝姐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美食协会给最受欢迎的新餐厅颁发的5星荣誉，我当年都没得到过。看来我也得行动起来了，我要学新菜品。可是我该做什么菜呢？我在故事博物馆里看过一本书，书中那位厨神用一道菜品征服所有人的心，我们可以回去找找。猪猪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哎，找到了，这就是厨神。故事时间现在开始。哇哦，这里名叫美味港湾，是天下美食的聚集地，也是厨神的家乡。七彩丸子的传奇故事便从这里开始。不愧是厨神的家乡，哎，到处都是美食。厨神就在那儿。欢迎欢迎，两位新来的客人，你们喜欢什么口味啊？我喜欢草莓味儿，我想吃酸酸的。好嘞，这位客人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我想要苦味儿。苦甜酸，今天的挑战有点意思。听说一道七彩丸子，它能做出100种不同的味道，不管什么口味，它都能做得特别好吃。我就想看看传言是不是真的。开炮！好娴熟的手法！哇，好厉害！欢迎品尝今天的七彩丸子。好奇妙的感觉。苦瓜的苦味中带着一股草莓的清甜，而清甜中又有柠檬的酸爽，总而言之太好吃了。明天要再来哦。有这么好吃吗？是我喜欢的草莓甜味，也是我想要的酸味。这丸子太好吃了。老板，你有什么独家秘诀吗？这道菜之所以能大受欢迎，是因为我经常会挑战不同做法，更换新的口味。我一定要学会这道菜。厨神的餐厅几十年从未停止营业，美味百变的七彩丸子被食客们传到世界各地，成为一道传奇菜肴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只要我学会做这道七彩丸子，客人们就能回来了。猪猪，多谢了。不用客气。哇哦！猪猪，看我新装修的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时尚？真的很不一样哎。来帮我打下手吧。
我打算明天就推出这道七彩丸子。这么快？当然，我要赶在对面餐厅推出新品之前抢占先机。哎，呜，哈哈哈，猪猪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得多试几次。新品七彩丸子，欢迎进店品尝。要不要尝一下？哇，终于有新品了，我来试试。欢迎进店品尝。快来尝尝这款七彩丸子吧。哇，好期待啊，刚好饿了。只是做得有点着急了，但我保证是你们从来没吃过的味道。我突然又不饿了，要不你先吃。你先来的，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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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客气了，大家都有份。喏。果然是从来没吃过的，又甜又酸又苦。太难吃了，我还是再去对面排队吧。真有那么难吃吗？我还是太着急了。七彩丸子之所以能成为传奇，是因为厨神坚持做这一道菜很多年，就像你的招牌果蔬汤一样。是啊，果蔬汤曾经也是大家最喜欢吃的一道菜，可现在大家都不喜欢了。我还是很喜欢啊，每次喝果蔬汤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贝家餐厅的那天。还好书没有淋湿。快回来坐好。这是你们点的果蔬汤套餐，另外还有你们俩最爱的芝士焗饭。谢谢。嗨，这是我们店的招牌果蔬汤，送你一份尝尝吧。谢谢。你淋了雨，快趁热喝吧。喝过这么美味的汤，一口下去觉得心里暖暖的。那这样就不会淋湿你的书了。谢谢。不用客气了，贝家餐厅也是所有人的家，我相信大家还会回来的。贝姐，你还记得厨神说过的秘诀吗？这道菜之所以能大受欢迎，是因为我经常会挑战不同做法，更换新的口味。是啊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果蔬汤，怎么可以放弃呢？我要做的是新口味的果蔬汤。我们可以将七彩丸子的做法和果蔬汤结合起来。这道新菜可以叫做彩虹果蔬汤。好主意，猪猪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我现在就去做。贝家餐厅推出新品菜肴，谁想第一个品尝呢？他去试试。原来是新品果蔬汤啊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这个味道，看来我又失败了。我喜欢。我也要尝尝。给我来一份。我也要。原有的味道上又加入了酸辣味，太爽了，贝姐，我还要一份。好的，稍等哦。新品彩虹汤果然不错，口感变得更加丰富了。你们喜欢就好，以后我会定期推出新品的。好耶。猪猪，贝姐，我也要一份彩虹果蔬汤。好的，稍等哦。哇哦，
太好了，贝姐，客人们都回来了。嗯，谢谢你的帮忙，猪猪。爷爷奶奶，欢迎光临。好，嗯，喝一口果蔬汤，心里暖暖的。这碗热腾腾的汤提醒我，在前行的道路上要一直记得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出发，最终我们会享受到梦想实现的美妙滋味。